国际新闻带您看到是英国王室肯辛顿宫证实了英国的凯特王妃因为在上个星期跟确诊者有过近距离的接触，所以目前正在家里面自我隔离。而上个星期凯特王妃是前往了温布顿网球赛进行访问，据传因此跟确诊者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不过好在威廉王子以及凯特王妃都在5月份已经接种过了第一剂的疫苗。